请上来师兄，前面都有那个闹钟，可以看时间，请你稍微计时一下。第二位有没有请同学？No，等一下好了，今天休息了啊。不是这样子的，我现在要问你们这些人啊，谁以前有神通啊？赶快上来比下一下。 对呀、啊，师父每天时常神通给你们看，偶尔问你们试一试，你们就躲起来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是不是根本没有神通，以前夸张，现在不敢上来，或是害羞？如果害羞是不必的，听懂不懂？啊，有勇气可以学神通的话，可以有勇气给别人看啊。那么如果是，嗯。 怕有业障的话，就不必了，因为师父叫你们出来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自己故意要夸张，像有以前你们有武功啊，或是有什么演戏的才华，或是那个乐器的那个能够玩乐器的才能，那你们都可以出来嘛，唱歌跳舞都可以啊。那那请神通也可以啊，玩而已嘛，玩的时候就可以玩啊。哎，谁起来？ 大家出来！
不然的话，我上个礼拜答应大众来这里喝茶看神通，结果没有的话，就是我说妄语吧。你们看的观世福被人家说说说王吗？啊，赶快出来啦！除了你们自己没有，就站着来说没有。有吗？有这里有人吗？潜水那个道家什么很多法门啊，赶快出来吧！不是你们知道是谁，赶快推荐一下，隔壁啊，看看有吗？不然的话，要不然中国人没面子了。大家都讲那么多，啊，中国人有什么什么神通啊，有什么秘法，道家什么很厉害，怎么看没有什么人呢、啊？啊，我听说了，听那个同以前那个道场啊，他说，以前听同说啊，那个我们同修里面有很多那种惊天动地的道家那个高手啊。要躲起来了，所以我才想看看你们到底高到哪里。哎，看师傅看一看嘛，啊，每天九师傅做这个帮忙那个，啊，叫你们行啊，修理你们的汽车啊，然后修理你们电视啊，叫你们准时出来工作啊，叫你们准时起来打坐了、啊，帮忙你们的策划了、啊，在华难啊，什么很多事情要叫我做啊，我叫你们做一次，你们就不做了。就比如说你们自己没有啊，没本领啊，不然就会为了师父什么都会做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有吗？有没有人有？举手给我看一下。即使不要上去没关系，举手就好了。有神通的人举手给师父看。大神通小神通没关系啊，既然不要表演是没关系，举手就好。也没有。3000多人，没有一个人有神通，然后夸张那么多。嗯，有吗？再问一次，有没有人有神通？举手给我看。好，没有。假装不懂国语。啊，同什么上来讲讲台语给他们听。再问一下，用台语问一下。啊，同，我就记得你的名字。目前赶快上来讲一下，用台语的讲台语啊，他们不会假装不懂。各位同修，恁有神通的人吼，师公叫恁真会当出来表演。喏、no, ，举手就好了。恁、啊、举手。较早道长讲台北的同修啊，足侪伊个咧较早的师兄弟啊。伊讲恁遐那百步蛇，拢藏伫深山内底。伊讲遐种神通足大，足侪神通诶，啊，真拢无看啊。有人上来吗？怎么举手呢？谁？赶快上来！赶快上来！愿意不愿意上来啊？不愿意哈、啊，别演给师傅看一点也不要啊？啊？好了，多少人？刚刚举手多少人？刚多少人举手？一个而已啊！哎呀，这么惨啊！那男众呢？有没有人举手？嗯？没有。我听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什么道歉可以在这边念咒，然后到飞在空中上面啊，啊，什么移山倒海啊，怎么样，啊，你们杀斗成兵啊，啊，杀斗成兵是吧？哎，什么杀曹成斗？哎呀，这都没有，我很好奇啊。我本来没神通的人嘛，我喜欢那种啊，要拜师一下，没人上来给我拜，嗯，那没人上传神通给我看。好，我问你一下，你有什么神通？既然不表演，也可以讲。哎，麦克风，好，谁几年呢？讲一下。哎，
师傅好，各位同。不用我问你，你不用同修什么了。哦、干脆回答。哎，以前就在那个道家哈、哦，就修那个画符嘛，画符念咒的。画符咒，哎，画那个符咒有什么用？那个。那画符念咒就是像说、就是、救病是不是、啊、对，救病，赶鬼是不是、啊、对，嗯，好，那赶鬼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鬼跑出来？赶鬼的时候好，就是鬼本来就有的啊，本来就在的，知道知道、都在那里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哈，对，然后你赶他，他有没有走掉？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不走，然后不走的话我们就画符，本来是先跟他用沟通的嘛、嗯、那如果讲不听的话就画符了，讲不听就画符赶的。那画符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就画符的时候就是念咒语啊，然后他们就会怕，他会怕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时候会自己就会消失干嘛、啊、嗯，自己消失这样子，对，嗯哼，就是会赶鬼而已，然后就给他看那个地理风水啊，啊，地理风水这不算神通啊、哦、啊，就是那个也算地理风水是有书嘛，对，有书，那个易经那个都是可以学，可以学啊，对，这不是用无形的力量看的吧，有形的也可以啊，就是看这个花草树木的那个方向啊，有形而已，不是无形吧，对，啊，这地理风水我也会看啊，比较高明啊，师傅比较高明啊，师傅不上了吗？我是乱看的。比方说我跟你说我怎么看地理哈、哦、最高明就没错了、嗯、等一下等一下、哦、这么快相信人、嗯、比方说我们以前啊没有地方住的时候，如果看哪一块地比较便宜，比较不复杂，马上可以买的，马上可以住下去搭帐篷的，有水呀、啊，懂不懂？有电呐、啊，没有人，没有警察来赶呐、啊，啊，那个是地理最好。对呀、啊，世界没人那么高明啊，大家都有地，就我们住家人那个时候好奇、啊，住哪里都不行了、啊。去乱住人家的地方，警察会赶。山水都是属于私人或是政府的，就台湾那么小的地，你去哪里都是人家的，听懂不懂？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没人的啊。听懂。哎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神通？因为已经忘掉了，我不知道。自己学神通有没有忘掉？忘掉了、啊。现在你看这里有没有鬼呀、啊？这边哦，这边只有佛菩萨而已啊。这个小善民也可以讲。对啊。我要你用你的神通看看有没有人带鬼来。这里神佛菩萨当然有啦。对。有没有人带鬼带魔来听经啊？那外边的人那都把外面东西带进来吧。听不懂。就是那个今天有开放，那个来宾可以进来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来宾都是因为没有印星嘛，那没有印星的话，他们累世的那个因果嘛，哈，也是跟着他们跑嘛，也跑到我们道场来啦。听不懂。没有印星。没印星。讲白话就是。也带一些阿修罗来、哎、啊？有没有看到啊？啊？没有看到啊？不要，不能猜的啊。自己看着可以讲啊，猜的大家都可以猜，那个是水师傅的嘛，说哎呀没印星的人啊，或是有业障很有的人是比较业障很深啊，没印星的时候因为因果很多，然后我的阿修罗的那个业障很多都带来一大堆，那是水师傅的、啊、你自己也没看到，对啊、不是看到吗？看得到啊，看得到，对，会不会很可怕？不会，为什么？跑到这边有那个艾丽嘛、哦、然后他们会比较柔和，师傅的艾丽，嗯，对，然后他们会被那个就是感动啊，他们会被师傅的艾丽感
感动啦。对，因为这边都有佛光嘛。那这样。佛光。啊。对。你自己也看到吗？看到他们被感动吗？我是不是开玩笑的啦？对啊。啊。对。有没有看到他们被感动的？他们也是一起来这边听经嘛。我问你不同的问题啊。哦，有没有看到是吗？有啊。嗯，修行不能说妄语哦。对。有看的说有看，没看的说没看哦。好。有啊。有。常看到啊。嗯。常常不是不常常。现在不常常看到。常常看到，你有没有跟他们聊天？啊。有没有跟他们讲？我现在不敢聊天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感动呢？啊，就他们那个样子啊，样子会改变嘛。比如他们以前那个，就是说很饿，到西湖这边啊，哈，然后就我们这边都有那个加持力嘛，所有同修啊，然后他们就会被我们带动，比较好一点。嗯哼，鬼也会好一点。对，啊，那太棒了，都叫他们来。你以前赶掉那些，叫他们过来。